疥疮表现为瘙痒症状，夜间加重；皮损表现为红斑、丘疹、丘疱疹、抓痕、结节及溃疡等多种形态，大小可从针尖至粟粒样，在手指缝及其两侧、手腕曲侧、肘窝、腋窝、脐周、腰腹部、生殖器、腹股沟及腹内侧等部位分布较多。糖椒四季豆切丝，胡萝卜切片，油、葱、姜炝锅，四季豆和鲜蚕豆煎下，翻炒几下后，放入杭椒、胡萝卜、苏子，熟后加入老抽、盐，出锅即可。有了韭菜。